看着眼前这个胖胖的男孩，电视机前的您或许觉得似曾相识。照片上195斤重的男孩名叫孙小亮，若干年后，孙小亮换了一个新名字孙伯伦，以清瘦的身材走上了斯艳丽生动亚洲的舞台。真的是渐入佳境，越来越好。其实有一段时间中间的时候我还会有点担心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你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感的表露，跟你的声音的整个的那种自然的程度，非常让我觉得很感动。